现场。那今天呢，真的是有一个天大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、啊、是的，听说今天有重要的来宾来到我们节目、哦。对，在我身边的就是新加坡第一天团的 Milo Bing 啊，掌声欢迎 Milo Bing、yeah! 他们三位呢，就是我们 Superman 比赛的冠军嘞，太棒了！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Milo Bing， 我是 Sam， 我是韦奇，我是 Nick。哇，心有味，这叫 Milo Bing 哈。这总共有八首歌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只出八首呢？不出十二首？对呀、啊，一般都十到十二首呢。嗯，因为多多少少是时间的关系啊。哦。马上当时啊，过了大决赛后，我就要开学了，哦、所以很忙啊。是是。那不如出单曲好了，可以分八次出。对对对哈，也对哈，捞个够啊。对。不是，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创作欲嘛，对不 对, 对？所以你在忙着念书，那你在忙什么？我现在当兵。哦，你去当兵了。哦、对，当兵、哦。所以算百忙之中抽空录了八首啊，对对不对？因为污染也够了，很难得。哎、嗯，我有跟你们写一首《红豆冰》，你没有放进来？老大，你也会写歌的吗？我们从来都不知道、啊。我 email 给他们，可能没有收到。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我是 delete 掉了。太过分了，竟然这样子跟老大说话。对呀、啊，干嘛 delete 掉？转寄给别人，害别人就好。喂，老大的歌这么烂吗？不过讲真的啦，他们三个虽然很忙啊，可是有一位好朋友帮我们跨刀写词。有来吗？好朋友有来，就是我们明星团里面的张乐生、啊、张博。欢迎欢迎，他帮你们写歌词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怎么会这样，这么有缘这样？看没有，其实因为刚好我认识他们的制作人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试试帮他们看做一些东西？然后他们发现之后，其实那首歌也是 Sam 他自己的作品，我只是稍微帮他修改一点点，对，也是我的荣幸，对。那其实呢，这首试音是有两个版本的，对不对 ？Original 还有 Acoustic。今天要听的呢，就是原汁原味版的试音，掌声欢迎 Milo Bing。爱情会下落不明，寂寞都不忍心，故事的结局走不出背影，我只能静静地风吹醒那些曾经，转过身我用眼泪聆听，去适应那些没你的安静，我也想小心地收起所有回忆，你却一直住在心里。